听说这个可以生吃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。哦，哦，啊！骗我说什么这可以生吃？会辣、啊！呛到了！啊！我要去刷牙，受不了！啊林哥哦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萝卜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，啊，种出来了，已经快可以收成了哦。走，好，林哥蹲下来让你们看，来，您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一片都是绿色的萝卜哦，有看到吗？林哥哦，来找给你们看，找最大条的，走。林哥第一次种呢，林哥跟你说哦，他小时候都只一点点而已，他慢慢长，慢慢慢慢慢慢慢长大哦。看了哦，心情哦就很好，看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哦，很舒服。可是林哥哦有一个纳闷的点，林哥在买种子的时候哦，他跟林哥说这个可以生吃，可是上一次林哥有试吃过，很腥啦，不信哦，请看 VCR。我要去刷牙，受不了。所以哦，平哥今天哦就把这个绿色的萝卜采回家，做成关东煮，你们说好不好呢？好。哦。哦。漂亮。哇。你看看，它埋在泥土底下是白色的，上面是绿色的，呵呵，奇怪嘞。平哥，是我看那些网络上面都很大一根呢。有对哦，那可能是美国的吧。平哥的好小哦。一点点，好像过了啦。你看看。过了啦，好。哎，要煮关东煮哦，这样可以了呢。哎，看看，平哥这里也有种白萝卜，我们来拔看看。你看哦，这个白萝卜的头哦，是白的哦，把它拔起来。哦，哦，哈哈哈哈！你看看平哥种的萝卜一点点，这个是台湾祖孙呐。哦，哇！平哥的白萝卜爆开了，看，平哥采一颗，营养不良的给你们看。哇，哈哈，真的营养不良嘞，有没有像人生导师？像哦。关东煮，关东煮，thank you.
关东煮啊，吃关东煮怎么可以没有关东煮酱呢？老爸变成兔子，好了，不闹了，我要来吃关东煮了。今天的主菜，香喷喷的。吃关东煮就是要加关东煮酱。烂的好好吃，哦，跟着，看，等等等等，平哥哦，先到几个退休的，哦，真的呢，这个绿萝卜搭配关东煮也很对味呢，千万不要输生的。哦，因为平哥哦有吃过，来来来，嗯，哦对，哦吼。香风草，噼里卡，噼里啦啦。喜欢的香菜，哦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哦，这个太烫了，一定要把它切过，哦，你看看，这样筷子夹下去就软了。天气冷了哈，可以煮一锅来吃哦，顺便暖暖身体哦。其他这个都不是主角了，平哥哈、哦、要自己慢慢享用了。拜拜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快快快，大家都可以来吃了，谢谢妈妈。